天我说我160斤，穿上这条瘦布裤，遮肚子、遮胯宽、遮腿粗，可偏偏有人说是因为我太瘦了，肚子不够大。行，今天给你们找个肚子大的，来，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肚子够大吧？晨晨，嗯，站起来转一圈。哦，好。你现在多少斤啦？160多斤吗？你这个肚子啊，好大哟，松松垮垮的，一看就是生了小孩，产后没恢复。来，把这个瘦布裤拿去试一下。行，没问题。这条瘦布裤啊，弹力很大哦，穿起来很轻松。这个大肚子一下子全都给我遮起来了，而且啊，它这种平角裤的设计还可以当做安全裤来穿呢。是啊，你看他这样穿呢、啊，大肚子小了一圈呢、啊，谁还看得出来他有160啊？来，再搭一个裙子吧。好嘞。天哪，这